这卖多少钱？80。这个坏掉了。这多少钱？这个坏了呀。没事啊，没坏，没换，没事。上面有个定住的呢，还有一个定住的东西啊。对，就是锁带的。听不这样子说的。还有一个定住的东西。还有电啊。可能不能用啊？400减10的。这要一对儿蛤子，弄条吃。东西挺不错的，没有缺配件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头。小米充电宝，不是小米家的。这里头是，这价格卖的少在1万，不知道，行吗？多少钱要啊？微软的鼠标。没有接收器了。这个能便宜吗？啊。没有这个头，这个头你有吗？你给多少钱？他没法固定手机啊。是好，都这样抽吗？这个行吗？插的那线了啊！我不是清楚，你看看，就是有。你像前面找一家有，前面有一家有，是吗？就前面这卖线的，他这都是手机上的。一个5块钱，他这都是手机上的，不一样，这叫八字头，上前面有。有吗？我刚才我听着过来没有了，没看到。有个大娘扒拉扒拉能扒拉到，我给20行吗？啊，给20。你没那个头啊？25行，你拿走。25不要，你给我早上还配个头去，给20吧，行吧？啊？这多少钱卖？这个贵着呢，这个。这多少钱？这个8块。行，你这25你拿走就完了。我这你买个便宜货。它没有头。买个便宜货。我找不到头，你看你的头在哪呢？这哪连的？这手机是吧？那它个架子没有啊？对吧？没有架子，给20，大娘，都说给20行啊，没有头，行，啊？这多少钱？这个要得10块钱。来的时候就没有吗？来的时候就没头啊？对，头型不好配，这个不好配，主要是对。来什么弄的都是能使。你贵贱，你给你20，你看你不好配。对呀、啊，他不是搁哪去了？你不好配。对。这个买那个我好多钱呢。咋不搁哪？咋也是外头连来的？哦，对，连来的。搁哪？对，给20，行吧。25行，你就拿着。买贵了我给你退。人哪有便宜的拿来还退你25块钱？这个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个5块钱吗？上哪去配去吧？问题8块，好坏还是不还说不定。对呀、啊。地漏多少钱？给你15斤大的。地漏20。看，给20。啊？25，行，你就拿着。买贵了我给你退货。这你还有上一个？哎，也行吧，哎，行。我走了，估计会给我。甭管是新的，甭管是新的，都得玩。就20吧，啊？20我不卖，我怕配不到这个头。啊？今天25你就拿着。25我放下了，算了，还是放下了，万一配不到。行，配不到忙。一个那个，拍手机杆子没有头。
啊，多少元块？六块钱拿走，要不要是给六块就完了。这样子行吗？啊，二十。哎呀，给他吧。加两块，二十就拿着。二十啊？哎，哎，行行行行，二十。我都想，其实我不想放那个什么。啊，这八十，这几块，这几块，这个，这个要十五。你有两块吗？我给你扫微信行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找给你吧。找给我。二十。你一点零钱没有啊？这真没有，我说给你二十嘛。二十八，行行行，好嘞好嘞，嗯，正好啊，好嘞。买个云台，二十多块钱，哎呀，先配个头，官方有卖的，官方有卖，还能用，还能用啊，这玩意可以啊。要下雨了，我车停在前面，还不知道有没有贴条嘛，贴条要200块钱了。赶紧跑，不白来啊！大江的云台22块钱，捡漏就是如此的简单啊，如此的简单。来的有点晚，但是有收获啊。前面再搂一眼，前面再搂一眼。要下雨了。要下雨了，这是个嘛东西？看一下，这好像是个笔记本散热的一个东西，有风扇。它放哪？不下了。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？电熨斗，哇，这个现在的产品。舒珀的，哇，这个锅不便宜呢，舒珀的呢。真奶浓。哇，剃须刀，我不用，没用。又来这些支架，改成配线使用的。这跟刚才那个能配一套吗？这是个望远镜啊。望远镜。哦，这个是手机上面的。对，手机在手里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了，我知道这个了。看到网上经常卖这玩意。嗯，一块五俩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这一套啊，这一套10块钱，真合适，真合适。吃的东西最好不要买二手的，这玩意买二手的，万一某个什么传染病接触了不太好。新的可以考虑一下。哎呦，我也不懂的，现在我们那以前他们卖上边的给我拉，我拉来啥黄金啊？我也不懂，是吗？得原厂说话，得原厂，不能说不是啊，要促进人家买卖。黄金没这么硬。哒哒哒哒，这眼镜有吗？盒子，这个皮包太老了，现在都是无现金时代了。下雨了，
这不是雷博的吗？接收器没有啊？我看有没有接收器啊？哎呀，没有看到接收器啊？接收器。大哥。这个有，这个没有。这里面有，那叫嘛接收器？充电宝。没有接收，没有接收器。嗯，用不上，用不上，谢谢。这是个嘛玩意儿？这个不错，爱宝牌。这是个桌子，这是个啥呀？哦，放盆栽的。把这个麦子问懵了，这个干嘛的？这是以前干啥用的？这个这个飞利浦的，这是一套吸尘器。家里养宠物啊，买个吸尘器是最好的，那个毛啊爪子都吸进去。这个还带劲，这样好打。哦，我知道。一毛钱，这是炒人民币的那种的。前面好像没什么意思了。